朝早六點鐘先至做完嘢上床瞓，點知九點鐘屋企出面整到轟轟轟轟都瞓唔到啦。喺張牀度點嚟點去點嚟點去，如果起唔到起身去廁所。翻廁所呢邊。你唔想講？開完大先至發現出面轉爆咗鹹水管。會點啊？冇水沖廁啊！我真係咁樣。同事呢個時候打電話嚟，話公司有大變動。大公司有大變動。公司有大變動。但我都仲係未清我沖。去開會。即刻嗱嗱臨著咗套諗住捐出去好唔鍾意好騎呢嘅舊衫上身。好啦，點知保姆車因為整路入唔到嚟喎，叫你行出去大路上車。於是自己呢就兜過地盤行出去，好大塵啦，有氣咳咁。咗你隻眼又入沙喎！呜！喺嗰個狗屎度。哇！地盤工人就望住你，同時你又好嬲、好尷尬、好臭，又保持熟氣質。終於上到車，原來同事話演唱會要加長，同埋諗住做 girl tour 啊！美國站咧，仲會有 Keanu Reeves 做嘉賓啊！咁佢咁啱咧，就喺香港，而家想同你見個面。啦啦啦啦啦！哦。咁你心諗大鑊啦！呢個時候咧，就胃抽筋。跟住就想大塞車。你係咁死頂到暈暈地嘅時候，同事就同你講：今日係4月1日愚人節，同你玩下啦。但我都抽筋都暈咗咯，你話我聽唔到噶咯喎。好啦，擅自改劇。